朦胧的视野里让我在回忆着你，我在永昼的梦里并不怀念你，醒来湿了眼睛，唯有一片狼藉。哎，念出你了吗？下面听我失魂的歌曲，在这座城市里保留我一份可惜，没了你的青睐，我再没有遭到嫌弃，心若没有地方栖息，谁还能留有余地，抛去点滴把吉他我谱成了歌曲。我现在是在湖南永州，刚刚是从衡阳坐火车过来的，用了两个小时，坐的是快1024列车，从江苏的徐州开往广西的南宁，现在准备从这边出站了，都是大包小包的呀。这是一辆货运车，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:21，不知道这边出站有什么要求。目前住宿还没定，准备出站之后看看能不能找到便宜的旅馆。好，现在这边已经出站了，出站之后如果是省外来的，他这边要做核酸的，不过这个核酸是免费的。这个站房建设的非常的大气，人还是挺多的。青年永州，年开潇湘。这个吗？嗯。呀，看开这个大街也可以啊。开灯。开这个什么街给你也可以啊。灯在哪边？啊，灯就在这里啊。这个多少钱？你要不要开空调嘞？不开空调多少钱？不开空调有40-50都可以，好吧？这个卫生间是吧？哎。哦，看一下还有其他房间吗？啊，还有其他房间吗？还有这个啊，还有这个是吧？看一下。哎，这个开这个双价给你了。双价？嗯。多少钱？哎呀，你数50块钱咯。这个有点吵吧？这里。不吵。你给我说真心话，哪个好点？你要想睡哪一间，反正随便你自己。你没有席子吗？啊？没有席子吗？这么热。有席子，你要垫席子，我帮你垫。垫石子啊，你帮我垫个席子吧，垫个这个。哎，睡这一间啊？你觉得哪间好点？说真心话。随便你自己。你觉得哪一间好点呢？这一间的房间，那边靠那边那个窗户大一点，反正这边就是，这边还吵一点。因为这个有电梯嘛，你睡那一间。你如果说吵的话，你就睡那一间。我。好，你拿个席子，拿个席子。我拿个席子给你。这个天气肯定要搞席子，因为太热了嘛。不是，因为他们呢，有的说要那个。你这个席子干净不？干净，你放心的。哦，搞个席子，搞个席子。搞个席子，搞个席子。因为天气太热了。因为他们呢有好多嘞，他说要开空调，所以我就没电。也是，反正根据客人的要求吧。哎，你要垫次的席子，我就拿个席子给你垫。嗯，好，我垫个席子。来，我拿个石头给你。多少钱？你这样说。你说40块钱吧。40块钱，好。给你睡了。
行行。嗯，你要垫石子，我就给你垫个。好好，我反正我不吹空调。嗯。嗯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好。嗯、我怎么付给你？现金还是？现金随便你。微信吧。嗯。好，刚刚已经是搞定了这个住宿，这个房间我还是特别满意的。它这个属于是自己的私人家庭的旅馆，挺干净卫生的，地面也是一尘不染。现在带大家看看这个房间吧。他本来让我想住这一间，因为我感觉这边肯定是靠着火车站附近嘛，会有点吵，所以我果断选择住这间。40块钱啊，我还是挺满意的。他这个席子是干净的，从那个柜子里面弄出来的。这里是一个靠窗的，采光和这个通风都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它这里还有窗帘，这个窗帘的话它也是遮阳的。现在天气虽然很热，但是在这个楼上啊并不感觉很热，而且有一个风扇完全是可以足够代替这个空调的。把这个门关一下，这个门的话也是可以进行反锁的，只不过有点尴尬。它这个是带独立卫生间的，有热水冷水可以洗澡，这点非常好，有提供的纸巾，有一个镜子，还挺温馨的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整体下来之后我还是挺满意的，这个房间洗出来也是挺干净的。因为它这个席子是干净的嘛，所以说这个床单就可以忽略不计，管它干净不干净，对吧？床头柜这边也是提供了一些纸巾、牙膏、牙刷，还有提供了拖鞋。老板娘人挺豪爽的，说40块钱就40块钱。哎，不过这里有一个不明飞行物，打算开窗户让它出去。出去了，还好它这个上面有一个这个扫把。它这边是有一个衣柜的，衣柜这边放的是一些被子。枕头这些。这个枕头还是比较干净的，晚上就睡这边了。他这边也是提供了插座，这点挺好，而且他那边还有晾衣架。好，刚刚呢已经是搞定了这个住宿，这一次的住宿我还是挺满意的，毕竟还是比较安静吧，是属于自己的居民楼的，开价40块就是40块，没有二话多说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老板娘的人挺好的。